就是把乐器这样放到里面去之后，就最终是以这个为标准，卡在这儿，它再也转不动了。然后这就是一个重确的位置，就卡在这儿。然后这个地方正好它可以在这个上面一点点。当你这样合上的时候，它这个地方是卡住的，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卡住的，就 OK 了。